口特别粗大，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点子。想穿吊带裙儿，穿内衣，带的都露出来，不穿内衣，不点。我太难了。我搜遍全网功课，学遍各种教程，今天一个赞就教你。夏天你穿各种小吊带啊、抹胸啊、背心啥的，里面到底应该怎么穿？有钱的我会告诉你哪些神器你要买，哪个内衣胸贴最好穿。没钱的我会教你，你的有袋内衣不花钱咋操作，直接变成无肩带内衣，一衣多穿。都是我试用下来真正好用的东西，好使的办法。叮你，那第一部分，胸贴无肩带内衣怎么选？你的胸贴要么不得劲，要么贴不住，大胸穿无我还掉，小胸穿不聚拢。我今天推荐这三种各有千秋，能完美解决你的问题。本视频全程无广。夏天选内衣，我觉得最酷了，便宜货好不粘人。第一种，想要聚拢效果的，这仨。如果你的胸比较大，你就想要那种效果，就是微微聚拢的，这个粘的薄，而且又透气，穿上完全没有存在感。反正我这个胸穿上完全没事，别叫咋回事啊，我这胸真挺大。完全不会有下坠感，我出去玩首选的，想干啥干啥。高哥小测试。你的胸是有点小的，但是又没有特别小，硅胶的这个，它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选择厚度，它俩都有个小挂钩，哈，一合上就能起到聚拢的效果，而且它这个颜色调的真的巨接近我们的肤色，你看你能看出来我穿了吗？我离阵近，而且我这个衣服特别透，我看不出来。接下来你没有胸的，我说错话了，不可能有人没有胸，不可能有人的胸是平的，我不信。你给我看，大散逆。我说的是，就你那个胸，就是你属于前有，就是聊胜于无，微乎其微的那种。我推荐你这个，依然很推荐。你给我嫩它，一劲嫩它，它两边这个胸垫一会儿就让你嫩起，一马平川也能原地起高楼，无中生有。也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第二种，你想要的效果只是胸不下垂就行了，不需要聚拢，你也不想要胸变大了。提拉胸贴，我教你咋贴啊，就咔给它摁你胸上，然后呢这手拽着这个咔咔往上一拽，哎咔给粘住了。看这两边俩的效果，一个高一个低吧。第三种，你对胸贴的要求就是穿吊带啥的好看，不露点就行了，选这样圆的，一定要买这种圆的啊，就这种中间厚外围薄坡度缓和的最好，你穿小紧身衣啥的都不突兀，便宜又好用，千万别买这种花的啊，没有人的胸长那样不好看，穿上很奇怪。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不花一分钱，两个办法，普通内衣秒变无肩带内衣。首先你选一个可拆卸肩带的内衣，非常神奇，千万别眨眼啊。你要穿这种细吊带的裙子，那你就把你的内衣前面这俩带撒开，然后右边这个带从后背你给它绕一圈，从腋下给它系到左边这扣上，然后呢左边这个带给它绕一圈，从腋下系到右边这个扣上，看一眼看不出有带了吧，这都是我瞅别人那儿学来的，然后筛选下来好使的，分享给你们。穿挂脖背心的就简单了啊，你就直接把这个带后边这俩给它解开，完拎前面这俩直接改脖后边给它扣上，瞅一下呢颜色。那想穿露背装的这个没法教了啊，就花钱吧，就买一个美背，网上一搜一大堆，啥品牌都行。最后想穿透视装或者小西服的，参考我这个视频，然后入法式内衣，不管你是外穿还是打底都好看。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关于内衣的冷知识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我上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内衣的知识，但是没跟大家说内衣洗完咋晾，你晾不对你的内衣就容易坏容易松，洗完的内衣它本来就沉，你不要直接把它就这么挂，它小小的肩带承受了它本不该承受的重量，你应该这么的，
你给他这么点，或者这么点，你不要自己给他加活。好，那今天的干货终于说完了，现在我们来结尾上个价值啊。因为我发现现在咱们女性意识越来越强了，穿衣服也越来越自由了。那我今天发这期视频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关注我的拜把兄弟都能完美的化解穿衣过程当中的一些尴尬，自信而美丽的过完每个夏天。夏天不是因为花朵盛开而美丽，而是因为我们自信而灿烂。我是傅熙染，一直保护你们的刀哥。那怎么挺感人。好，下期再见吧，拜拜。什么是痛，沉默的人慢慢学会了。